三哥那儿雪夫进选的怎么样了？回萨哥，萨哥那边选定了，消息才送过来。如何？萨哥大喜选了董鄂氏为嫡福晋，他没选亲英格格？奴才也觉得纳闷呢。按理说，这萨哥是皇后娘娘的养子，亲英格格又是皇后娘娘的侄女，这本来是亲上加亲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。 可结果呢？这亲英格格不但没有选上嫡福晋，连侧福晋和格格都没有选上，皇后娘娘都气坏了。而且现在亲英格格人都不见了，主子们正派人到处找呢。怎么不见了？萨哥那边选还没有选完呢，亲英格格人就不见了，皇后娘娘的人在宫里都找了老半天了，好像还没找到。怎么不早说啊？别跟着了。哎，萨哥，您去哪儿啊？ 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哈哈，你的嘴真大呀！找不着你人啊，皇娘那里都乱套了，还怕你落选想不开呢。原来你在这儿玩的还挺开心的。我为什么要不开心啊？你瞧，这是我从姑母那儿偷偷拿出来的千里镜，看得又远又清楚的，给你也看看。我还要还回去呢。 看见了吗？三哥为什么不选你啊？我为什么要让三阿哥选上我呀？你是皇娘的亲侄女，三哥又是皇娘的养子，谁都知道三哥会选你做嫡福晋啊。那是你们自己想的，我又不喜欢三阿哥。你不喜欢我三哥？要不是阿玛和姑母他们偏叫我去，我才不会去呢。但是，即便我去了，我也有本事让自己选不上。
你怎么让自己选上的？楚虚宫，大庭广众之下。对呀，我吃了好多豆子呢。你真行啊你！哎，哎，你看，姑母的景仁宫这么远，可是这里边看得这么清楚。不过这样也挺好的。什么？啊，我是说啊。 你的烦心事了，我的烦心事啊还在后头呢。你怎么了？三哥选完了，下个月换我选了。哦。哎，秦阳，我选福晋的时候，你来替我长长眼吧。我替你长长眼？嗯。打小我最信你的，你说好的一定坏不到哪儿去，到时候你暗中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谁合适。 我也好拿个主意。你选福晋，自然得你自己拿主意，我怎么替你长眼啊？再说你选福晋，我去算什么？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那有什么难的？你做我的秀女，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我做你的秀女？嗯。我怎么做你的秀女？咱们都那么熟了，这算什么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不选你不就得了？ 你不选我呀？嗯，真的不选我啊？我不选你啊，我不说了吗？让你帮我长长眼。那就算我乐意帮你，你的秀女也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。这你就别管了，就算我去求你姑母，也会让你去的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来不来？不来，不乐意。哎，青阳。 我叫降雪轩等你啊，一定要来。姑母的眼光就是好，这衣裳这么好看，可我又不干嘛，不用穿成这样吧？傻孩子说什么呢？ 我是想让你穿着这身衣裳，好好去选红丽的福晋。姑母，我和红丽哥哥如兄弟一般，我怎么去选他的福晋啊？我不去，怪不得红石不要你，满口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胡说啊，红丽哥哥是说了让我去给他长长眼，可也没说要选我当他的福晋啊。再说我被三阿哥已经拒婚过一次了，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让你去你就去。 红石现在已经有失势的苗头了，嫁给红丽有什么不好啊？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，只有后宫的女人。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，不然看你怎么面对列祖列宗。这些话你跟我说了好多遍了，我跟你说好多遍了，可你没听进去啊！我这次一定往心里去，这衣裳这么好看，我就收下了。青樱告辞。哎哎，格格，青樱。 青樱，格格，青樱，哎，这丫头，倔的。您别急，格格水灵，又有跟四阿哥打小的情分，他去了肯定能选上福晋的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四阿哥在养心殿被皇上训斥，皇上急着召见您呢。你屡屡不孝，朕都宽容你。 如今你又纠结党羽，勾结朝臣，居心何在？皇阿玛，这些都是保儿臣的，他们知道我是长子，又是嫡子，所以就会起这些折子来帮儿臣说话。说得好，为什么他们个个替你说好话？若不是还有两本折子参你。 朕也差点相信，你在朝中真有这么高的威望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来得好，看看你养的好儿子，如何不忠不孝、大逆不道的。人你都见过了，高氏娇美可人，算是良配。
富察氏端庄持重，更是佳偶之选。红丽，哎，是额娘。额娘，那儿子可以照自己喜欢的选吗？额娘跟你说，娶妻娶贤，娶妾娶色，你选福晋更得慎重。自己喜欢是一回事，能帮衬到自己是另一回事。嗯，又干系到咱们母子在宫中的来日，你未来的嫡福晋要能帮到咱们才好。额娘之前跟你说过，富察世家满门权高位重，是额娘的钮祜禄氏都不能比的。孰轻孰重，你该明白。儿子明白。贵妃娘娘，吉时将至，选秀是否可以开始了？好了，时候到了，放出眼光，好好选。是。吉时到，秀女入场。请熹贵妃娘娘安，请四阿哥安。起来吧。谢贵妃娘娘。今日选为嫡福晋的，赐如意一把；选为侧福晋的，赐荷包一个；落选的，赐黄金百两回府。今日参选的秀女有：富察氏满洲镶黄旗，察哈尔总管李荣宝之女；高氏镶黄旗包衣，两淮盐运使高斌之女；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，户部侍郎赛克之女。格格，咱们还去不去江雪轩呀？再不去可就来不及了。您不会是不去了吧？皇后娘娘和咱府里可都盼着呢。你现在说话怎么也跟姑母和阿玛似的呀？可四阿哥那儿不也盼着您去呢吗？还说让您给长长眼。哥哥，您说四阿哥这长长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真是您指谁他选谁吗？谁知道他什么心思啊？那会不会四阿哥这长着长着眼就选了您呢？不会，他说了不会的。他要是真的选了我，我就更不能去了呀。为什么？您不是喜欢四阿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喜欢四阿哥呀？啊，是是是，您没跟奴婢说，可奴婢的眼睛自己会看的。我不去，我不会去的。别呀，格格，咱还是去吧。不去。格格。红丽，去选吧。额娘，要不咱们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青樱妹妹还没到呢。青樱格格刚被三阿哥拒了婚，想必是自己觉得没了脸面，怕是不会来的。吉时到了，等不得了，去吧，去。
格格，你慢点儿。格格，等等我，格格。给熹贵妃娘娘请安，清音来迟了。清音格格怎么来这么晚啊？得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去那儿站着吧。是。来了。我来看看你选谁，这样的好戏怎么能错过？选秀继续。乌拉那拉氏，满洲正黄旗，左领纳尔布之女。黄三子红石，萧宗吉，楚玉蝶，朕从此再无此儿子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不要这样对儿臣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娘，皇娘救我，皇娘救我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皇上，皇娘，皇上，您不能这样对待您的长子啊！皇娘，皇娘，皇娘，皇上息怒，皇娘，都怪臣妾教养不善，臣妾知错，自愿禁足半年。禁足半年，红石如此胆大妄为，结党营私，你敢说没有你这个养母的授意？皇上明鉴，臣妾没有。如今你连朝中的军国大事也敢伸手，朕不能再留你了。臣妾知罪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朕念在与你运用一子的份上，不会废后，但也不得不处置你。皇后乌拉那拉氏扰乱后宫，蓬善朝廷，焉得敬承宗庙，母仪天下。皇上，禁足景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，朕与你死生不复相见。皇上，您不能弃绝臣妾。来人，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，臣妾心里只有您才会这般糊涂。皇上，皇上，红丽在哪儿选夫君呢？回皇上，在江雪轩。富察氏端庄持重，是为侧福晋之选，赐荷包一个。就是侧福晋，侧福晋就是啊。谢谢阿哥。汐月格格，人如其名，东方未晞，月色风霜。谢四阿哥夸赞。如此美貌，赐黄金百两。谢四阿哥。清音格格，聪颖伶俐，是为嫡福晋，赐如意一把。嫡福晋，嫡福晋，这就选中了。真没想到，
是来给你长眼的，你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说好给你就给你的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不得儿戏。你在哪儿？我走了。怎么？不敢拿？额娘，我选完了。恭喜青鹰格格为嫡福晋，谢恩。谢四阿哥。红利。皇上驾到。皇上万安。皇上，咱们的四阿哥已经选了青鹰格格为嫡福晋，那不成。皇阿玛，有何不成啊？青鹰格格是皇娘的侄女啊。正因如此不成，皇后犯错，已被禁足景仁宫，非死不得出。皇上。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，受您如此严惩？皇后谋算皇位，朕没要她性命，已是宽容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已经受到严惩，您万勿迁怒三阿哥。皇上有旨，皇三子弘时、萧宗吉去玉蝶，再非皇室中人。皇阿玛，三哥就算犯错，也不该受如此重罚。请皇阿玛看在父子情分上开恩吧。天家先君臣后父子，你不必为弘时再求情。还有，青鹰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，如今这种情形，他能不能入你的府邸，你要细细的思量。皇阿玛，青鹰格格一直待在降雪轩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该无辜受牵连。再说了，他被三哥拒婚，如今再失了名分，一个闺阁女子如何在世间立足啊？你在替他说话。皇阿玛圣明，皇娘犯错受罚，不该祸及家人。青鹰格格也是您的家人呢。红丽，别再惹怒你皇阿玛了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送青鹰出宫。这，青鹰格格，请吧。顾丈，青鹰格格，请谨慎称呼。顾丈，还请您看在和姑母十数年的夫妻情深，可以稍稍厚待姑母。青鹰无福，侍奉在您的左右，还请您保重。红丽，别失了分寸。皇上，今日选福晋是喜事，咱们要不把福晋给定了？红丽，罢了。现在吉时已过，朕看红丽也有些累了，改日再议吧。恭送皇上。
开门。青云格格，你可得快着点儿，你要待久了，奴才可是吃罪不起。谢苏公公，我即刻出来。姑母，姑母，姑母，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没有选上福晋？是不是受了我的牵连了？皇上让我即刻出宫。果然如此，你快出宫，别理会姑母了。姑母，我会想法子去求皇上的。不能求，否则只会让皇上迁怒乌拉那拉氏全族。你回去告诉乌拉那拉氏上下，谁都不许替我求情，免得再遭皇上责难。姑母，走，快走。青云哥哥，时辰不早了，走吧，快走。姑母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我会想法子再来看您的。走吧，走吧。青云哥哥，你快走吧，你要小心。嗯。夏阿哥，青云妹妹，对不住了。姑母是要永远在这儿静坐吗？咱们还有什么法子没有？现在皇阿玛正在气头上，等我缓一缓，我会再求。比起你苦争力求，我说话更方便些。多谢夏阿哥。江雪轩的事，你再等等我，我会再去求皇阿玛，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好好送青云格格出宫。这，格格请吧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若为昨日之事而来，就免费口舌了。嗯，你不是喜欢舞文弄墨吗？来看看，朕这幅竹子画得如何？世人画竹，皆用墨色，东坡居士，首开朱竹之风。儿臣。曾经见过黄麻法画朱竹。说起来，朕倒有些羡慕你啊。朕从未见过你黄麻法画朱竹。儿臣也从未见过黄阿玛在此作画，从前并无机会。宫墙之内，天家父子少亲近，也是寻常啊。宫墙之内。只求一所愿之人，也是不易。天下的事，并不是你所求就能所得。但世事无辜，儿臣不得不表明心迹。是否有人无辜，就那么要紧吗？要紧的是，你选一个什么样的福晋。皇阿玛，这么多年，这是儿臣唯一对您所求。儿臣从小和青云相识，性情相知。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儿臣并不在意。以前你可以不在意，如今你却不能不在意。跟朕来。坐上去。
朕让你坐上去。是。儿臣为难。为何为难？儿臣坐，大不敬；不坐，为皇命。所以啊，身在皇家，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。你也坐。来。朕坐在这龙椅上，一样不能随心所欲。所言所行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。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，说实话，朕也不能不替你考量。可你的婚事，并非你一人之事。从朕的角度去看，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。红丽啊，你已经大了，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。国事和婚事，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，与你合适的，未必是你所愿的；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儿子明白，富察氏端庄大方，堪比嫡福晋之选。不过皇阿玛，儿臣还是希望青樱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。乌拉那拉氏既是你唯一所求，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。儿臣谢皇阿玛成全。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。是。甚好。苏克生。奴才在。皇四子弘历，温公朝夕，执事有客，着封为宝亲王。这。儿子谢皇阿玛隆恩。请皇后娘娘安，请熹贵妃安。戏唱完了，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。就好比弘历一定会姻缘美满，青樱只能被弃出宫，红石逐出皇室，你呢，只能是禁足景仁宫，与深爱之人不复相见。你是谁？也配跟本宫说话？皇后娘娘，请息怒。其实，臣妾能做什么？所有的一切，不都是您皇后娘娘亲自做下的吗？若不是你想保弘时为太子，朝中无人敢进言上折；如果不是你想乌拉那拉氏代代为皇后，若不是你想一个不爱你的男人钟情于你，也不至于如此痛苦。皇上口谕，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，则即日纳富察氏为宝亲王嫡福晋，高氏为格格。花好月圆，终究是弘历的。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。青樱哥哥，怎么会？四阿哥今天去养心殿向皇上求来的，奴才告退了。看来，不是每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。咱们的戏还没唱完呢，熹贵妃呀。我每走一步，你就算一步。
宝红石的折子是你撺掇人上的吧？可是你千算万算，算不到红丽对我的侄女青樱如此钟情。那又怎样？只不过是个侧福晋。就算是侧福晋，也是红丽不顾前程，花了好一番心力在皇帝那儿求来的。红丽这样用心，这名分有什么可计较的呀？钮祜禄氏，你我咱们走着瞧。戏是还没有唱完，可惜皇后娘娘是看不到了。锁门。锁门。青樱，你是姑母，也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了。青樱，青樱啊！儿子请额娘安。来了。听说你皇阿玛给了你宝亲王的封号，又定了你的婚事，双喜临门。如今额娘看着你，才觉得你真是长成了。额娘，儿子有今日，一切都在于额娘。只是有一事未能先向额娘请示，还请额娘宽宥。啊，何事？儿子冒昧，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去求了皇阿玛，最终定了富察氏为嫡福晋，高氏为格格。也请皇阿玛准允了，容了青樱为侧福晋。这般选择挺好。坐。额娘不怪儿子。怪你什么？坐吧。啊，谢额娘。儿子知道，额娘一向不喜欢青樱。额娘对青樱格格，无所谓喜不喜欢，无非是皇后禁足受罚，额娘不想让青樱格格连累了你。是儿子莽撞。只是在降雪轩里，儿子已经给了青樱如意，若是他的侧福晋之位儿子无法保住，只会显得儿子无情无义。所以只希望额娘不要受到皇额娘的影响而迁怒于青樱。乌拉那拉氏自惹祸端，已受皇上责罚，如今你皇阿玛已经封了你宝亲王，也允了青樱格格为你的侧福晋，看来他已经不为此事责备你了，那额娘就更不会再说什么了。只是青樱格格性子倔强，日后你俩相处不协，你自寻烦恼。额娘，青妹妹与儿子相识多年，性子相投，不会处不来的。你就这般认准了他，甚至还不惜以自己的前途犯险，去求了皇阿玛。红丽，你想过没有？皇上若是为此而起了雷霆之怒，你我母子今日可不是这番景象啊！儿子让额娘担心了，儿子真没想那么多，儿子只知道青樱妹妹是儿子心中想要的人罢了。你这孩子如此用心，但愿如你所愿，你与他姻缘和睦。儿子在此谢过额娘。阿玛，咱们真的不再为姑母求情了。你姑母说的对，皇上正在气头上，你再求他
就会连累乌拉那拉家的。秦英，你姑母的事儿咱们犯愁，可你的事儿又如何是好呢？两位皇子选福晋，你都落选了，那往后能嫁什么人家？那儿不接旨。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喜事儿。您跟青英格格跪领吧。快跪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左领纳尔布之女乌拉那拉氏，天资清异，性与贤明，柔贤内政，诸问外宣，致用命尔为保亲王之侧福晋，钦此。奴才领旨。保亲王？是呢，皇上封四阿哥为保亲王，又指了富察氏郎化格格为保亲王的嫡福晋。您家青英格格为侧福晋，另外高大人府里西月格格为格格。真的，青英成了保亲王的侧福晋了？这还能有假？青英格格，您那日没拿到的荷包，今天奴才亲自给您送来了。这荷包来的可不容易，这是保亲王向皇上给您求来的。多谢公公。保亲王与嫡福晋富察氏八月初一成婚，侧福晋乌拉那拉氏与高氏格格八月初二进府。好好准备准备吧。奴才领旨，多谢皇上恩典。寻常不移，再相约不离不弃。